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威刚科技的品牌行销处处长刘怡君。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威刚科技参加台湾品牌耀飞计划的一些经验跟成果。那今天一开始呢，我就先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威刚。 威刚呢，它是成立于二零零一年，那我们的董事长是陈立白先生。那我们在二零零四年就成立了第三年，就已经成置业了上柜的公司了。目前全球呢，大约有一千七百五十名的员工。那我们拥有超过五百项的国内外的相关专利。那目前呢，是全球第二大的记忆体跟 SSD 品牌模组厂。那我们在全球的布局上面呢，威刚的企业总部就是在台湾的新北市。 那目前海外的营运据点有十四个，那全球的工厂有三个，分别在中和、苏州以及巴西。那全球的这个销售网络有七十多个。 那我们卓越的企业荣耀上面呢，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记忆体模组厂，跟 SSD 自有品牌模组厂之外呢，其实呃透过这些品牌的再造，我们在去年其实荣获了非常多的企业的荣耀，包含呢我们在呃暌违了大约呃十年之后，我们第四度我们重回到台湾的前二十五大国际品牌，获得这个 Interbrand 的肯定。 那也呃得到了一个亚洲企业社会责任奖，社会公益发展类。那这个奖呢，其实有永续诺贝尔奖之称。那我们在全球亚洲十二个国啊十九个国家，超过两百件的参赛这个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这样的奖项。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去年也获得了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那获选为这个呃二零二零年亚洲最佳的企业的雇主的一个奖项。 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架构下面，我们的品牌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透过这个品牌的辅导，得到了什么样子的成果？那大家，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只蜂鸟，这只蜂鸟呢就是微刚科技的品牌标志。那其实我们的企业品牌精神，我们就希望期许自己跟蜂鸟一样，我们会敏捷、快速、创新、有活力。 用无比的这个速度跟灵活度，来让我们生活中最珍贵的每一刻都保存下来，都精彩。那随着这个啊、呃，自从我们二零零一年成立之后呢，随着这个企业组织不断的扩大，其实目前我们整个集团下面分成几大产品线。第一个就是我们威刚的本体，就是记忆体类的产品。那还有威刚工控、威刚动力，他们讲究的是稳固以及这个呃专业性。还有呢，专门为这个呃。 这个 gamer 这些游戏玩家所创造的电竞品牌 XPG，那同时间呢，我们集团下面还有其他的事业体，包括了台湾运彩啊，还有两家上市的生技公司。那在这样子的架构下面，其实我们品牌面临的问题就是：第一，我要怎么样改变市场对品牌的形象？大家对于威刚的印象就停留在记忆体模组，那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产品。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样的品牌让它复制到微钢、公控、微钢、动力，甚至是我们的电竞品牌 XPG？每一个品牌它需要的这个呃目标对象、谈的讯讯息都不太一样。那我怎么样用蜂鸟来表现创新？我怎么样实现这个品牌的精神在集团内的这个组织里面？这是我们当初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管顾的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的目标，包含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实现我的品牌内涵。 我要沟通我的品牌标语，而这个标语呢，是能够在各个组织里面去呈现的。那我要扩大我的品牌的差异性，我要怎么样来实现我的品牌创新？梳理我的品牌架构。我有这么多的品牌之下，我要怎么样子来达成品牌最大的效益？那在我谈这个我们怎么做改变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威刚的旧 logo。这是最左边，在我们呃开始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威刚的 logo 就是 A Data Technology。 因为我们是一个储存资料的一个公司，那大约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呢，因为呃我们做了一个品牌再造的一个呃计划，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采用了蜂鸟作为我们的呃品牌的标志。那那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主要产品线还是记忆体类的产品，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做 Love Life and Dreams。因为呢，透过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保存你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画面，有爱有梦想。 那也因为这样的品牌再造呢，其实我们在二零一二年就得到了全球品牌再造的这个评比大奖。但是呢，这是在二零一零年做的改变。那我们在这十年来，其实我们就发现，因为社群、因为影像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我们原本的 logo 其实是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需求了。再加上大家刚刚有看到，我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大了，我的 Love Life Dreams 其实没有办法适用于每一个事业体。 因此呢，我们又透过品牌再造的计划，跟管顾公司一起来合作，找出一个适合我们全体全部的事业体，我们的一个呃集团都可以适用的一个标语。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蜂鸟做了一个改变，我们把原本的二 D 蜂鸟配上我们的 logo，我们让蜂鸟它动起来了，它可以在不同的社群媒体上面做不同的运用，我们让它有活力，可以活可以动。 可以飞，可以在影像上面来讲来做非常好的一个呈现。而在标语上面呢，我们从 Love Life Dreams，我们把它改成了 Innovating the Future。Innovating the Future 呢，也是一样，是透过管顾公司的帮忙，我们在啊、呃、跟高阶主管一起来讨论。 在每一个 BU 里面，我们要什么样子的一个精神，什么样子的标语来传达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不同？所以，Innovating the Future 是我们大家后来最定、最后决定的一个标语——创新未来。因为我们认为威刚的技术、威刚的产品是不停的在创新的，所以 Innovating the Future 确定这样子的标语之后呢，我们在二零一八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个呃品牌再造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标语，让这个标语能够在全球各地。 来做一个宣传与宣导，除了自己公司内部知道这个标语之外，我要让所有的消费者都知道，威刚现在是一个 Innovating the Future 的这样子的公司。所以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当初做的一个数位的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我们做了十四国的语言，然后在全球去沟通这样的讯息，跟 user 来做互动。这是我们在当初做的一个品牌的影片，你可以拥有一切，因为 A Data 将所有的美好。 永远长存，创造最美好的未来。Innovating the future。我们也办了一些亲子的绘画比赛，因为我们认为呢，创新不是只有来自于我们的产品，创新其实来自于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在呃下一代的这个呃投资上面，我们应该要持续。那我们每一年都有做一个这样亲子绘画的一个摄影比赛，来跟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从小就来开始做沟通。那这是我们的泰鲁格马拉松，我们把我们的标语带到各个地方。 这个是太平洋国际龙舟节。好，那讲完了这个标语的改变之外，其实标语不是只有呼呼口号而已。其实我们应该要着重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加深我们品牌的内涵，把我们品牌的内涵的这个要怎么实践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又透过这个品牌药飞计划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标语落实到我们的这个呃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做品牌内涵的深化，然后告诉大家，我们透过我们的创新，会带给你不同的未来。那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就是威刚带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那除了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认为呢，这个创新除了来自产品跟技术之外，其实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那威刚呢，除了我们在这个呃，我们在成立的第一年，其实我们就呃支持这个中意的这个社会福利事业。 持续二十年没有间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将这样子的一个呃培育青少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也串联了这个普仁青年关怀基金会，对青少年的教育来做帮助、来做协助。那对于高中生、大学生，我们也提供他们电竞的周边设备跟奖奖学金，来打造电竞专班，来协助这些大学的电竞社团来培育电竞人才，跟产业接轨。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这个 “innovating the future” 这样子的一个标语，把它从口号到实现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消费者知道威刚的创新其实不是只有口号，而是能够真正帮他们来改变他们的生活。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谢谢一下这个品牌药飞计划的协助，因为今年刚好是威刚成立的二十周年。 那在过去二十年来，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我们在每一个品牌的转折点上面来讲，其实都有品牌要费计划的协助。那所以，我相信，呃，只要对于这个想要做品牌的台湾厂商而言，能够加入这个计划呢，我们就能够让台湾品牌持续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绽放全球。